大珍从来不哭，他叫多多。啊，我能去看看他吗？ 有机会吧。 We'll be right back.
哎，你得交伙食费了啊！就你白吃白喝，饭量还那么大哦，真不害臊。饭量大是遗传问题，你们得在自个儿身上找原因。哎，遗传有你一份啊！嗨，大娘呢？ 回来啦！啊，怎么啦？没事，下雨了，伞刮树了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是不是又去加班了？我在商场避雨来着。哎呦，赶快洗个澡，把衣服换了，饭给你留着呢啊。 大娘可真是命苦啊，淋了一身雨，也没人想着给她送把伞。小时候啊，别说这个天了，就是下毛毛雨啊，我也得给她送把伞去。
那他现在不是已经长大了吗？所以啊，这日子过得是一天不如一天喽。闺女，你给奶奶再添点热饭吧，饭凉了。醒醒，醒醒！干嘛？干嘛？你起来呀！哎呀，我刚睡着。我有事儿跟你商量呢。明天再说不行吗？我想给何琳一笔钱。我知道，我这么说，你肯定不会理解。何琳对大娘都那个样子，她可以说是咱们欧家的仇人呢。可是我一看见她那个可怜的样子，我就硬不起来了。多多啊，就是他的儿子，腿不太好。大夫说，是遗传基因的毛病，很难治，所以他才要贷款。可是他现在又没有正式的工作，哎呀，他母子俩挺不容易的。咱们平时也花不了什么钱，所以这事儿你看着办吧。我还以为你会不同意呢。哎，就是陌生人有了困难，该帮忙的也要帮忙，更何况是老何女儿，她就是咱们家一口人啊。不过，何宁这孩子生性好强，他未必肯接受我。哎呀，你是男人，你不会了解的。怎么不了解？别忘了，他已经是当妈妈的人了。天下妈妈都是一样的，为了孩子，当妈妈的什么不会改变呢？这种地方怎么能住人呢？没事儿的。怎么没事儿啊？眼看着就要到雨季了，一阵秋雨一阵寒，这么住着肯定会把你的哮喘病勾出来。哪有那么娇气啊？换个地方住吧，让我给你找出房子。真的不用了，搬家太麻烦了，我还得找工作，没时间啊。这种委屈你能受得了吗？何琳，这个你拿着。多多不是急用钱吗？拿着。您怎么也算我借你吧，等你有钱了再还我。这个是前两天大梁送来的。阿姨，我不想成为你们救助的对象。好吧，这个我收下了。可是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啊，让我帮你找出房子吧。
我今天去给他送钱，结果他没收。这事儿不急。孩子的事儿，怎么能不急？你还真把他当自己孙子了。欧建华，以后跟我说话，别这么阴阳怪气的。我只是想提个醒，适可而止。吴润也真是的，结婚多久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想抱孙子了？说实在的，他现在要是立马给我生一个，我就不会想三想四的了。其实这事儿得两个人一块儿努力，你不能只怪小瑞一个人。废话，这个我还不知道啊。可是你看小瑞呀，一天到晚东跑西跑的，又是这儿又是那儿的，她像是准备怀孕的样吗？那依你看，她现在没有考虑这个事儿。玄，要么你去跟她说说。说有什么用呢？以咱妈的那个个性，说不定啊，早就在她耳边吹过风了，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吗？对付这个丫头，得讲究一点策略。挺实在的一个孩子，你别跟人家耍心眼儿。他实在呀，长了毛啊，比猴子还精呢。你最近怎么回事啊？说翻脸就翻脸，我今儿也没说不去接你啊。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？不敢。什么呀？房展？周末在国贸呢。不用这么着急吧？上次不是你说的？再等等吧。咱们的存款付个首付已经绰绰有余了，剩下的慢慢还呗。反正我不想再在这住了。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，谁现在祖孙三代还住一套房子？又不是没钱买。这是福气。这种福气我承受不起。你说话呀！我再想想吧，啊。还有什么可想的？你去把存折拿出来。我给你算账。太晚了。哎呦，睡吧，明天再说吧。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咱们得把钱归一块算一下，看看到底能买个什么样的房子，省得到时候在房产会上抓瞎。存折呢？你说怎么回事？一个朋友急需用钱，就几天。什么朋友？你不认识。你什么朋友我不认识？除非是女朋友。别瞎猜了。行，我不瞎猜，那你自己说是谁。老张，你干嘛？哎，我确认一下，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？存款是咱们两个人的，你没有经过我同意就借给别人，你给我留过面子吗？几天就还了。那借条呢？这都是熟人。侯大良，你行啊，十几万你连借条都不要一张，你真够大方的你。欧大良，我就知道你在撒谎，你敢骗我！其实小瑞身上的优点还真不少，你看，起码性格直率，对老人
孝顺。咱妈就挺喜欢他呀。他孝顺。那我问你，他给妈做过几顿饭呢？他洗过几次衣服啊？他知道妈早上几点钟起床，晚上几点钟睡觉，几点钟吃药啊？还孝顺呢，他这是策略，在咱妈的翅膀底下躲着，谁敢碰他呀？这小丫头精得很呢。偏见。哼，老公公疼儿媳妇儿，也不害臊。哎，你怎么能？哦，对呀、啊。一般的儿媳妇儿呢，也就罢了。这还得看这媳妇儿啊，是谁生的。哎，你别拿过去的事情出来说事儿啊。我跟玉芬儿。哈。玉芬儿，你什么时候这么亲的叫过我呀？哎，听，什么动静？这事儿你不跟我说清楚，我再也不回来了。你先骗我，你去单位加班，你晚上你干什么去了你？我让你给我下雨天送把伞，你不情不愿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以后再也不给你这种机会。你现在竟然把存折弄没了，你养谁去了你？啊！你说话，你刚才不是说挺漂亮的吗你？哦，太良，你行啊，我要走了，你竟然拦都不拦一下。我拦你，你会留下来吗？这又是哪出啊？整天为了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来吵去的。你们俩多大了？妈，这事儿您别管，您也管不了。欧家的事儿就没有我管不了的。大娘，早知道不合适，干嘛死乞白赖的凑在一块儿啊？给我站住！夫妻之间得相互的忍让，这么吵来吵去的，你们还要不要过了？那就不过了，他爱跟谁过跟谁过去。胡说，这像成年人说的话吗？他们这吵什么呢？太不负责任了。我怎么不是成年人了？妈，你自己跟您没关系，是我回屋吧。责任还是他不负责任呢？你起码也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吧。那您把事情搞清楚了吗？你就不问问你儿子都干了些什么？我当然知道啊。你知道什么？你所知道的无非是从你儿子嘴里说出骗人的鬼话。自从我嫁入你们欧家，你就时时刻刻袒护他。我做的都不对，他做的全都对。你住口！你怎么能跟妈这样说话？好，我不说了。以后，就算你求我，我都不可能再说了。奶奶，妈！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妈！奶奶，快点！
今天这事儿都怨我，跟你没关系。我要的不是这种话。你到现在都没说那人是谁。那好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他是不是你的？不是，绝对不是你想的。那好，我就信你一次，这事儿没完。等奶奶好了以后，咱俩再说。自然就好了。哎，他俩到底为什么呀？他前两天不是好好的吗？我要知道啊，就不会让他们折腾成那样了。你去问问他，问大亮。哎，您看，我这不是给您送鸡汤来了吗？还是你心疼我，那些小狼崽子，指望不上。那您还护着他们？我看，由他们去得了。那可不行。进来吧。
妈。妈，我跟你爸屋里的灯不亮了，你来帮忙看看吧。哎。大娘啊。嗯。我想问你一句话，你得实话告诉我。您说。你是不是还喜欢何宁啊？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，你得有立场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什么？住我这儿？你不是跟恒宁挺熟的吗？再说你后面不是有几间空房子吗？哎呀，我付你房钱。不是钱不钱的，你干嘛非让他住我这儿啊？哎，你知道的，一个人挺不容易的，住附近不是方便照顾吗？大姐，哎，我新穿了一道彩，别擦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在这显摆了，我们这正说事儿呢。萍姐，你笑什么呀？你说我笑什么？小两口打情骂俏，挺热闹的嘛。哎呦，我的亲姐姐，你可别给我扣这个帽子啊！都是她一厢情愿的。再说了，我哪能看得上她呀？你看她那胖样，你也不瘦啊。都守了这么多年寡了，该找一个啊。找是该找一个了，但也不能找他那样的吧。就是您不心疼我，我还觉得可惜了我这朵鲜花呢。好了好了，不跟你瞎扯了。哎，咱们还是说说刚才的事儿，你到底同意不同意啊？哎呀，其实只是暂时的。过两天我就到这附近找房子。可是玉芬姐她，哎呀，只不过见过几次面，恐怕都认不出来了。可是她那个脑瓜儿，比咱俩可都灵光啊。萍姐，不是小兵不帮你，
我就觉得吧，这事儿也有点太不靠谱了，就算了吧。再说了，你们两个，我可是谁都得罪不起啊。吃了几个？一个。